大家好，这里是纽约艺术生活。今天我们是一个小朋友的创作课的一个教学。那么我们现在还是在网络上跟一个叫安娜的小朋友在做一个，是吧？安娜的小朋友是吧？好，那么我们今天讲的是一个创作的课程。创作课程呢，我现在有一些呢，就是说，先讲解一下啊，这个要求讲解一下。比如说我们今天等一下要上的这个课啊，你看啊，今天我们上的这个课啊是什么？是画一个什么书架，像它其实不是书架，是一个放花的一个架子。这个放花的架子呢，我相信你会画，对不对？应该会画，画起来也不难，对吧？应该是不难。但是比较难的是创作在哪儿？就是上面的所有的花要靠我们自己把它画出来。这是有一个创作的有一个要求，那它是这样的，对吧？它整个是它，我们把它画成一个这个放花的架子，我们小朋友会画，很简单嘛。但是这上面的每一个花呢，1234567891011112个花呢，也靠我们自己来画的。那么老师呢也会给一些参考的资料，早上呢我把参考资料已经发给妈妈了，你可以从这里面呢可以选择一些自己喜欢的花的样式。那比如说它有仙人球，也可以画什么牡丹花，也可以画菊花，画月季花啊，可以画兰花，各种各样的花。这样的话呢，丰富我们小朋友对花的印象啊，包括呢我们会画各种各样的花。那么我们在这里讲一下，我们小朋友学画画呢，其实也是学一种符号，就是我们会画画的人呢，其实也是通过记忆，把生活中看到的形象，通过记忆呢记在脑子里面，变成一些有规律的符号，然后在我们画的当中呢，可以运用这些符号，就跟我们写字一样，我们几千几百个字，我们记在脑子里面，我们用的时候也可以拿出来用。我们绘画也是的，绘画的一些元素呢，其实小朋友刚开始的时候呢，学习方法呢是有一些就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记忆啊，通过我们的记忆可以把这些花卉记在脑子里面，然后以后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呢，我们信手拈来可以把我们想要画的创作里面所需要的一些花卉呢，我们可以把它画出来。那么我们已经，比如说我们这里有很多花卉，各种各样的花卉，看到吗？各种各样的造型，有竖起的造型，有什么放射性造型，有叠加型造型，有大小对比的造型，对不对？有各种造型，也有不同的颜色，比如说有粉红色的花，有橘红色的花，有大红色的花，有紫红色的花，有黄色的花，对不对？那么花的叶子呢，也是分不同的形状，有深的，有浅的，有深绿的，有淡绿的，甚至于有什么，有些花的叶子本身就是有彩色的。那么还有不同的花瓶，各种花瓶的造型，有扁的，有圆的，有长的，有不同的颜色，有的里面花瓶里面也还有花纹，有的花瓶呢还有葫芦一样的，有的花瓶扁平的，像饭吃饭的碟子一样的。同时也不同的颜色，有淡咖啡、深咖啡、土黄色、橘红色，甚至于有什么蓝色。你看有这么多的花卉，那么这么多的花卉呢，你可以把你所要画的花卉呢画在我们刚才那个放花的那个架子上面。安娜，你觉得能听明白吗？我觉得很难的是吧？难不难？不，我觉得不难。好，那就好，我就希望听到安娜说这句话。你觉得不难呢，老师就放心了，就可以画了。那么我们这本教材呢是儿童的创意绘画本，它关于植物啊、动物啊、自然啊、建筑，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。那我们现在的网络教学呢，尽可能的是依靠一个教材，或者说呢跟着一个教材来学，因为这些教材呢是很多专业的美术工作者经过编辑，经过出版，那到了我们这个教室，那我给我们小朋友运用，我觉得这样呢更好啊。那么学习绘画呢，基本上是两个部分啊。第一个部分是基础部分，也就是说我们在有些课堂上学的素描，是不是？好，那么现在画的是创作部分，创作部分很重要。其实我们小朋友把画画真正学好，最重要的还是要有创作的能力，
想象的能力，是不是？好不好？好，那么我们现在第一步，我们先把这个书架画起来。那么它的构图呢是竖起来的，那我们把它构图先竖起来。那你先跟着老师画一个，画一个书那个放花的架子，好不好？啊，我看一下。啊，好，很好，可以的啊。好，这个是我的，我可以用这个。好，老师开始画了啊，老师开始画了，看好了啊，看好了啊，安娜看好了啊，好，可以。第一步呢，先画它的书架的两个支撑的棍子，长长的棍子，直线的，你看这是第一个棍子，在对面呢又画一个棍子。长长的直直的棍子，这个棍子呢画的稍微粗一点，这样呢它是要支撑这个架子的。好，然后呢它有三个横档，这个第一个横档呢要注意画平，然后再画第二个横档。那么老师呢画的比较快，因为老师比较熟练，对你来讲呢要画的稍微慢一点，要画的什么横平竖直三个横档之间的距离呢基本上要什么相等。那好，那么我们这个放花的这个架子就画好了，然后呢我们在里面画各种各样的花啊。我们举个例子，它总共有十二个花，也就是说每一个格子上面要画四个花，每一个格子上画四个花，这样的话呢正好三排正好十二种花。那么在这个三幅里面呢，它是这样的，它有一个花瓶，在第二排的第二个花里面有个花瓶，这个花瓶呢是这样画的，看得到吧安娜？然后呢上面有仙人掌，仙人掌的特点呢是上面大一点，上面下面小一点，那也可以呢加一些小的仙人掌，大的仙人掌下面加一些小的仙人掌。那么仙人掌的刺呢是这样的，三个树为一组，那这样你看画上很多这种刺，代表了仙人掌上面的刺。三个一组，好，那么这个花的花瓶呢上面花跟花瓶呢都画好了，上面的颜色呢可以根据我们小朋友自己的喜欢啊，自己喜欢。好，然后呢第一个画画好了以后再画第二个，画什么样的花呢是根据自己，老师不给你要求，画自己创作的花，或者画你家里的花。你看我从视频里面看到你家里面后面也有一些花嘛，对不对？你可以在家里面把家里面那些花呢，对，看到了，可以把家里的一些花呢，不同的花呢通过写生的手法呢把它画在这个创作画里面，你看好不好？好，那么你现在第一步呢就是把它的这个花放花的架子先画好，好不好？画好了以后呢这个整个颜色呢我们是通过什么，是通过最后上颜色是通过这个 pastel 的颜色把它画成创作啊。你看比如说到时候我们画好了以后呢可以用一个什么可以 pastel 的绿颜色，对，用 pastel 画的，你看 pastel 颜色，它的这个花瓶呢我们可以比如说我们设计成是一个什么咖啡颜色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架子呢，这个放这个花的这个架子呢我们可以把它设计成一个灰颜色，这个是老师的想象啊。那么你不要跟老师一样，你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，发挥自己的创作的这个想象力啊。好，这样的话呢你看把它完成，那把它完成，你知道我就知道一点点中文吗？我已经知道怎么画这个中文。好的，可以啊。老师呢先示范，先做到这里，现在呢我们同学安娜自己画好不好？好，这
这是一个创作的画啊。你现在给老师看一下，你现在这个花的架子也没画好啊。画好了没有啊？给老师看一下。我刚刚在写字，给你看。好，我看一下。啊，好，请开始，现在开始把画架画出来，好不好？画满一架子，画大一点，画满一点，因为里面要放十二种花，到时候你在里面画十二种花，先把架子画好，好不好？那我们现在这堂课呢是一个创作画，创作画呢就是说老师呢提供一个环境，或者提供一个事先设想好的、设计好的一个画面。那么在这个画面里面呢，我们同学呢把它完善，通过自己的想象，结合生活中看到的，通过写生的方式或者自己想象的记忆中的形象，把这幅画完成啊。这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儿童创作绘画的一个课程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呢，我们这张画不能完成，只是大概的讲一下这张画这种创作画的一个基本的方法和理念。现在我们同学就开始在自己视频那面呢就可以开始创作，有什么问题呢老师可以提问。好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再见。